孩子啊，他需要很丰富、很有底蕴的一个美术底子。但是大部分的孩子其实在进来我们学校之前都没有受过很严格的美术的一个训练，但是在大明高中这三年，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孩子有这些成果。好，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以明明就很美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帮孩子做这个美展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这个展览是以邀请孩毕业生的孩子们，好，以他们最好的作品来做出一个展览，好，让民众也知道说，一个18岁的孩子，然后可以画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好，那让互相都可以有一个教学相长这样的一个地方。作品主要是在记录放学时候的城市，因为现在科技发展嘛，城市进步很快，然后街景跟以往都变得不太一样，所以想要借由一种习惯的视窗记忆，透过笔下创作，然后记录一下这时刻的城市，在未来不久的时空背景，可以留下一场自己的曾经。对于女性的一些勒索，就是他们在社会上都是遭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然后有很多女生就是被性侵后枪杀，然后这个手我都是自己拍摄后画的，就是用绘图软件画的。